那你我问你哦，好，你附近有在卖蚊香吗？你要吗？我买来送给你也没关系。没有，我帮人家打听的。帮人家打听的。有一个人他要找蚊香。蚊香、哦？可是那个蚊香好像是可以吃的蚊香。可以吃的蚊香。嗯，你知道这个东西吗？比较少听到。哎，鹿港人都不知道陈思雅的东西在哪里，我就看陈思雅可以花多久时间找到。谁不知道、啊、我根本就不用导航，我熟门熟路啊，他就在天后宫的正旁边。我跟你说刚刚说什么，三分钟买回去，是不是？我今天三分钟吃完给你看。老板，我要一个综合煎。老板好，没问题，综合的，我要现吃。对对对，综合综合。哇，那个好大鹅啊，好大颗哦，超级大颗。老板时间今天还是帮我注意一下。好好好好，我想第一名啦。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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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叔还是要问一下，老板，你在这边开多久了？我从阿公到现在三代，你第三代，第三代，然后再来都第四代了。一代大概都是抓30年啦，對對對，三代大概是快90年，应该有70年喽。没有那么老了，时间上我说开幕，至少开幕至少50年以上了，50年以上了。对啊，對對對，我们好险是平日来，假日你这边都要排队排很久，我们哪吃得到？有时候还会。煎不出来就先休息一下。老板，那你我问你哦，好，你附近有在卖蚊香吗？你要吗？我买来送给你也没关系。没有，我帮人家打听的。帮人家打听的。有一个人他要找蚊香。蚊香、哦？可是那个蚊香好像是可以吃的蚊香。可以吃的蚊香。嗯，你知道这个东西吗？比较少听到。哎，鹿港人都不知道陈思雅的东西在哪里，我就看陈思雅可以花多久时间找到。快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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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哦，料超多，料超多，帮我加酱，帮我加酱，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，来，一模一样哦，啊，还有时间在那边吃，我把它吃完，秀，秀，哦。好，边走边吃，直接回庙口。下马处，我要下马。耶，我今天要找这个蚊香。蚊香可以吃吗？是不是那种什么创意蛋糕啊？我有点觉得好像会有这种东西。哎哎，那里有那个哎，那有毛笔哎。我跟你说，我是历史系的。哎、欸，你好，这里有出产毛笔哦。你先写看、啊。我写看吗？是很厉害吗？哎、欸，我很会写哦，要这样子对不对？啊，有那个吗？可以沾水。沾水。沾水才可以。我小时候有学过。真的啊？会。大哥，我这样写好看吗？对吗？可以。可以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现在的小孩都不会写毛笔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！啊，我要找这个，你知道这个吗？知道啊。你知道？知道。是假的，在哪里？在前面而已。在前面而已啊！这是可以吃的吗？可以啊。可以。好，你看，我很快就找到线索了，这么简单。哎、欸，是有那个。面苏力达假的面苏力达姆，还有火柴棒，这感觉很跟这个很像哎，可是不知道他是卖火柴还是卖吃的，进去看一下好了。你看，哎、欸，这个你看小故事布丁，你好，好，请问你知道哪里有卖这个？哎、欸，该不会就是这个吧？对，就在这边，就这个，对，有点。太突然出现了，我以为很难找哎。这个是饼干吗？对，饼干，造型饼干。哦，然后你们把它做成蚊香的样子。是，然后还有 OK 蹦火柴这种各种。对。然后这个我刚好看到，这是布丁，是布丁香草口味的。哇，看一下，哎，还有香草籽哎，高级的。那我可以吃这个吗？对呀，吃看看。哦。然后是丹妮口味的，然后这个是抹茶口味。抹茶口味的。嗯。都是饼干哎，对，饼干造型饼干，就是长相是蚊香哎，哦，而
且我觉得这个火柴也很酷哎，这是火柴对不对？对，火柴小酥。哎，我可以吃吗？这个可以啊，吃要吃。什么都想吃哎，我想吃这个。嗯，哇，好好酷哦。那我可以吃这个吗？对呀对呀。好。陆老师，这个吃起来有点怪怪的，有点感觉很凉。布丁。哦，好好吃哦。我们是用五谷鸡蛋做的，比较没有蛋腥味。嗯，真的，这个好好吃哦，这个很推荐，推面苏力达姆，而且这样蛮可爱的，像这样，然后吃不完可以盖起来，对对对，然后吃完还可以带回家做别的利用啊，然后可以当装饰，对，这个好赞哦，所以我完成我的任务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有在三分钟内吗？没有，3:40。哎，我很快了吧？那我怎么办？就没有过关？就没有过关？拜托，刚抽到这一张有没有王牌？这个谁不知道？一看就知道，鹿港天后宫旁边呢，就是斜对角就有一家鱿鱼王。你看，第二家我们就到了。你看，第一家，然后第二家，是不是？第二家就到了，直接到了，这么简单的事情。老板你好， Hello. 这应该是你们的鱿鱼吧？对，这是我们家的。简单，对，而且你们家真的是超有名的，我真的随便 Google 都 Google 得到，真的，我刚刚就是靠 Google 走过来的。那我要点一份，好，它有什么口味吗？就是看你要不要辣，要，然后我要微辣，好，微辣。啊，我们那个特色是葱跟洋葱，要吗？好好好，要，一定要。对啊，哎，所以我刚刚走到这边大概多久？2:37。2:37，是不是三分钟太简单了吧？可是我觉得我的劲敌应该是李毅吧。他刚刚他跟这边超熟的，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获胜。没关系，先吃完再说。好香哦！谢谢哇！天啊，这边的葱真的是超香的，全台应该找不到鱿鱼加葱洋葱的。哎，对耶，那个有调过，真的啊！你们看，满满的，超级超级好。我们刚刚不是有去采葱吗？就是超级好吃的葱，还有洋葱。嗯，配料果然就是超级清脆的，跟我刚刚在那边，然后刚采下来的真的都一样。我们配一口他们的鱿鱼，嗯，好大块哦，嗯，还有那个鱿鱼烤的实在是太入味了，这个酱，难怪这一家真的是来鹿港天后宫没有人不知道的，好厉害，而且又好便宜哦，才130，要把它吃光，好多、哦。